爸爸吗？太贵了。行，不买。行，那我就买了。Later。今天我来洗碗吧。嗯，你们两个是不是买车了呀？啊，是啊。虽然你们平时总是坑我，但是在关键的时候，你们两个心里还是有我的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当然了。既然你们对我这么好，那我也不能无动于衷啊。来，看，这是我给你买的新衣服。谢谢妈妈。还有你，不是一直都想要一块手表吗？你这今天咋的了？是不是搞错了？还有，我发现咱妈最近总是睡眠不好，三天两头的不舒服，这些都是年龄大了，身体营养在流失。所以啊，我给咱妈买的这款加倍艾特赢家保护羊奶粉。干什么呀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是犯错误了，你们两个随时提醒我，我立马就改正。那我就把礼物收下了。那你们什么时候带我去提车呀？停车。嗯，我们已经把车停下来了呀。你别笑了。